来看看师傅怎么做插尖儿。哦，是摆个这个是吧？来看师傅继续做插尖儿。哎，这个插尖有意思，我刚才吃了一碗，可以。山西特色面食红面插尖，把山西的四大面都放到你的面上，放到你的蛋。四大什么？四大面食。哪四大面食？山西的四大面食。哪四大面食是吧？是煮面的吗？你说一下，你红面。插尖不属于四大面食。插尖不属于。不属于应该。还有经典的面食。刀削蹄尖拉面、刀拨面。刀削蹄尖、刀拨面。这不属于四大面食，山西人是以面食为主。打卤面不是？就做的比较多。打卤面不是吗？还轮不上。我看一种面做的好多种吃法。我感觉这么受欢迎的还不是啊，打卤面。啊，是。这都是简单的东西。哎，要先过一下水是吧？现在锅在那边，在这儿。就打包了，对，打包了。先炒油，打包了红面插尖。一个蛋炒，一个肉丝炒。来看师傅做蛋炒插尖和肉炒插尖。是肉炒插尖，肉丝炒插尖。